来点来点。你吃完了？那你肯定吃这个。西红柿鸡蛋面。自私的毛病又犯了，吃吧吃吧，反正我有烧鸡。你吃啥？胡辣汤。这款胡辣汤里边自带五包料，开水冲泡3到5分钟即可食用。如果你早晨没时间做早餐，可以点左下角链接来一单试试。那拿点吃。哎呦我的妈！吃饭了，来。你选一个，你吃来。选啥选？那就吃了这个。
低脂肪玉米面条，现在下单拍一发时再送一包，到手是一包。喜欢吃粗粮的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。没赶紧吃吗？那刚都看了，你看这个空盘盘，还是大红烧肉。咱家都剩这活了，你吃。都剩这些活了，那你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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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我的妈！那我都不客气了啊。黄肉，你不是让我们光剩这些活了？这是肉，不是活了。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今天你吃多少呀？我吃三碗粉。鸡蛋人一半。这臊子面有点酸，我不想吃臊子面，我想吃酸辣粉，咱换。面有点酸，想吃酸辣粉，我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？
这几天给你吃。哎呦我的妈！